你知道我现在最痛苦的是什么？
就是活着。可是我答应我要好好的活着，可这个承诺太艰难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结束这毫无价值的生命。凤凰，我求你一件事好吗？好好活着，那么你现在应该答应我，一定好好活下去，好吗？好，不管我一眼能不能见你，让我们为了彼此好好活下去。